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峡，但海洋却从来不是中国人可以任意驰骋的地方。1895年甲午海战惨败之后，中国海军遭遇灭顶之灾。1927年，国民党海军建军，经过20多年的发展，到上世纪50年代，已经是一支拥有强大装备和人员优势的劲旅。1949年，解放军海军初创，海军装备极度匮乏，为解燃眉之急，张爱萍把征集来的商船、民船加装火炮，改装成作战舰艇。到1951年，华东海军共有51艘作战舰艇，总吨位16000吨。1953年，中苏就大规模购置海军装备达成协定，但在伊江山战役之前，真正交付使用的只有40几艘鱼雷快艇。1954年的时候，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总吨位还不到10万吨，而且大部分这个舰只是很难出海作战的。50年代的海军双方的兵力啊，我自己很具体的可以讲啊，我们是绝对优势。解放军海军初创时，曾大量启用原国民党海军，但从1953年起，原国民党海军大批复员，取代他们的是留学苏联和国内舰艇学校速成班毕业的新海军。我那叫速成班，一年学了3年的课程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呢，就是为了接替国民党那些旧人员。按现代海战要求，培养一名海军舰员需要3到5年的专业学习时间，而培养一名舰长则需要8到15年的时间。可速成班毕业的新海军没有太多的学习时间。我们学的东西呢是舰长这一套，学的不多呀。你想想，那不到2年的时间能学多少东西啊？1954年，为了解放伊江山岛，这支无论实力、装备、作战经验都远逊于国民党军的华东海军，必须与实力悬殊的对手在浙东海域展开一场硬碰硬的殊死搏斗。我们有时候是傍晚才出发，当时还要防止飞机来轰炸了。刘世安曾在伊江山岛战役中担任头门山海岸炮兵侦察排长，57年后，他再次踏上当年的阵地头门山岛。距离伊江山岛仅9000米的头门山岛，是当年攻打伊江山的海岸炮兵阵地，也是战役前进指挥所所在地。那个指挥所呢，就是前面那个山头，就是西南岗位最高点，那个高点，那个现在北延伸的那就是空岛。头门山岛及其周边散落的几个小岛，统称为东基列岛，它们紧扼着伊江山、大陈岛和大陆之间的交通要道。夺取大陈列岛，必须首先攻占东基列岛。占领东基列岛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是为了解放大陈列岛作为一个参军基地。1954年4月，张爱萍指挥华东军区海陆空三军为攻占东基列岛，发起了一场长达60天的海空大战。这是华东海军第一次正规意义的海上作战，也是新中国海战史上第一次护卫舰与护卫舰的海上较量。为保证战役成功，华东海军派出当时新中国战力最强的第6舰队，以4艘主力护卫舰加上瑞金、新国2艘炮舰，共同担负运送、防空及海上作战任务。张庆春，这是他们的个舰，这些人就是个基地。张庆春，新国号炮舰政委，亲历了东基列岛海战的全过程。这个舰艇比较起来啊，炮火是一样的大，他的船的吨位得比我们大，跑得比我们快。瑞金、新国号都是由美国商船改装的炮舰，排水量600吨，最高航速只有10节。为了提高作战能力，华东海军在他们老旧的舰艇上加装了几门不同口径、火力强大的火炮，2舰共同组成瑞金编队，
由聂奎矩任大队长。1954年5月15日，在海空军的配合下，陆军攻占了头门山岛。为防止国民党军反扑，六舰队指示由瑞金编队在头门山海域隐蔽设伏。16日清晨，瑞金编队遭遇了前来的国民党海军太和号编队。经过20几分钟的战斗，瑞金、兴国两舰成功击伤国民党太和号护卫舰，但中英航速过慢，使负伤的太和号得以逃脱。此后，瑞金编队一直在头门山海域警戒巡逻，并数次与国民党海军交火。到第三天，舰上人员早已疲惫不堪，弹药粮食几乎消耗殆尽。17号下午，编队终于接到命令，返航石浦港补给，但电报没有说明接下来的任务。那个时间很简单啊，不是那么正规，口头讲一讲，是去就去了。石浦港，中国四大渔港之一，四面环山，水深浪平，是华东海军重要的后勤基地。17号傍晚，瑞金编队到达石浦港。天还没黑，我们就发报告诉我们到了，请弹药铺补给弹药的船赶快过来。等了一个晚上，没过来。张运，遵义舰舰长，当时在瑞金舰上协助工作。他回忆道，关于返航补给的电报十分简单，没有给出具体的补给地点，而华东海军当时也没有专业的后勤保障队伍，补充弹药都是靠渔民。渔民担心出港寻找舰艇受到轰炸，于是当夜熄灯睡觉。当瑞金编队在漆黑的海上找到补给船时，已经是次日凌晨。我们在石浦的南锚地，但补给船、弹药船在石浦的北锚地，不在一个锚地，交应不上。为了这个事情，一个晚上才能沟通。就在这天夜里，远在黄岩的前线指挥所得到情报，国民党将在第二天对东极列岛的水面舰艇进行偷袭。可这个情报，瑞金编队却没有收到。那时候的通信就是无线电通信，等短波通信发报、发密码簿发到我们这儿时，有飞机来，那不知哪年哪月的事情，早就过去的事情。瑞金舰补充完弹药，天就要亮了。编队接到命令，立刻返航头门山海域。早上5点，瑞金编队从石浦港出发。那天气就很不好，云层很低。是阴天，地狱。返航头门山岛的航路，正处在华东海军航空兵的掩护范围之内，战士们开始松懈下来。动员的时候，基地的政委就跟我讲：“这次你们出去以后，防空问题不要担心，你们这个海区完全在我们这个宁波机场的控制下面，大家都很自信。”但是，舰队返航头门山岛的信息，并没有传递给华东海军航空兵，而就在这天早晨。海航宁波机场发现敌情，东极列岛海域上空有敌机出现。机场当天的日志记载，机场有大雾，歼击机无法起飞。炸瑞金的时候，它是复杂气象，我们宁波机场不能起飞，这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不够，所以就干等着让它炸。此时，瑞金舰上的官兵已经连续3天3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。在清晨的浓雾中，舰上只听到轮机的轰鸣，战士们靠在炮位上打起了盹儿。突然，防空警报拉响了，空中出现4架美制的 F-47 螺旋桨战斗轰炸机。我们老是在那里转，国民党摸到我们规律了。敌机一发现目标，立刻以超低空飞行姿态向两舰扑来。国民党飞机采用的是平尾轰炸，就是飞机低空低速从侧面轰炸舰船的水平面以下部分。这是一种玩命的战术，提高杀伤力的同时，也很容易被舰上的炮火攻击。50公尺左右的高度，到了那以后呢，到你舰的边上以后，不一定要就命中，直接命中你，他就把弹放在水里面。眼看着国民党飞机越来越近，
瑞金与新国两舰上，各种防空炮火开始射击。可就在这紧急关头，意外发生了。瑞金舰上的三种防空火炮，25炮很快打光，37炮发生了故障。还有20炮呢，这个炮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这个炮弹太老了，一打以后，这个炮弹插在膛里面，没打出去。当时，一颗炮弹的价值相当于1吨大米。经济困难的情况下，海军没有能力购置训练弹，又舍不得拿炮弹进行训练，实战中各种问题便凸显出来。眼看国民党飞机投弹下来，瑞金舰没做出任何规避措施。它是平稳轰炸，它有一个要求，它要穿着正横来轰炸。假如说你舰长机动好的话，我马上有满舵，头对着它，或者尾巴对着它，对吧？那么我的收弹面就小了。这个呢，倒是很难讲。那时候的舰艇的战术的素养都很差。战斗刚刚发起的瞬间，第二架飞机就准确命中了军舰机舱。本来是这个海面上非常响的，对吧？又是飞机声，又是枪炮声，又是大家这个喊口号，就非常响，就是突然一下子全都响。1米5的测距仪掉下来，掉在我的背上，那个测距仪的兵士趴在我的身上，我都不知道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告诉我就牺牲了。按海战常规，一艘军舰被击中到沉没，最少要几个小时。但由美国商船改造的瑞金号，没有正规军舰的船底隔舱，缺乏自救能力，瑞金号从被击中到沉没，仅仅用了7分钟。这短短的7分钟，折射出新中国海军成长过程的全部艰辛。新国舰看兄弟舰中弹沉没，立即准备营救。聂奎矩让信号兵向新国号发出信号，拒绝他前来救援。信号兵李文桥拖着炸伤的双腿爬上桅杆，用2顶水兵帽发出了信号。在新国号密集的炮火下，一架国民党飞机被击落。瑞金舰上幸存的战士没人退缩，舰炮不能用，他们就用船上的轻武器对空扫射。海水迅速漫过机舱、甲板和指挥台，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在最后一刻争让着生还的机会。他们把木板推给对方，把最后的舱口留给战友。7分钟后，大海归于平静。1954年5月18日6时52分，瑞金号沉没。此时，他已在新中国海军服役4年，参加了9次海上作战，航行18000海里。瑞金号沉没，死亡57人。生还40人，这是新中国海军海上战斗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损失。张运是这场海战的幸存者。我就抓了块板，我也不会游泳，那时候跑了2个小时，来了救船了以后，就把我手机捞起来，捞回来了。等那些捞回来以后，基地他们看到，哎，怎么你在这里啊？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当天夜里，张爱萍向军委发报，承担下了所有责任。毛泽东回电，不要因为一件得失而引起其他意外。战后，华东军区总结教训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，要求海空军要严格协同，海军出战必须通报空军，空军必须优先争夺海战区域制空权等。瑞金号沉没后，华东军区海军决定启用从未在海上投入实战的秘密武器——鱼雷快艇。2012年4月，在离舟山基地不远的定海，我们找到了华东海军著名战斗英雄张义敏。
张益民曾参加过六次海上作战，击沉和重创四艘国民党军舰，他的事迹甚至被搬上银幕，电影《海鹰》就是以他为原型改编。干军事艇啊，就随时随地准备牺牲啊。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今天活到八十几岁，每次打仗不就是这一百多斤就准备今天就放这儿了。当时鱼雷快艇大队配备的是苏联在二战时期使用过的 T 字型小快艇，标准排水量20吨，艇上装备的双管450毫米鱼雷，使新中国海军对付大型水面舰艇所拥有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。他的快艇和鱼雷艇，所有当年训练的人呢、啊，都是我们当年在海军学校的教官和同学。1954年6月，正在青岛基地驻防的快艇31大队艇长李宝清接到秘密调令，他的大队将即刻启程南下作战。我们这个穿大了以后，3天都不能出那个青岛这个大院，什么人都不能说，不让你出院，也不能通信。这年7月，华东海军航空兵进驻路桥机场，基本控制了伊江山岛以北海域制空权，但在海面上，华东海军依然处于劣势。当年呢、啊，由于制空权的失掉，我们可以讲非常疲于奔命在那里，但是我们对于中共的海军当年呢、啊，我们还是绝对优势。这时，解放军在高岛的雷达站发现，国民党军护卫舰太平号经常在夜间按固定线路出海巡逻，在情报部门配合下，海军基本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。10月25日，张爱萍亲自登上高岛核实了这一情报，定下了攻击太平号的决心。太平号原是美国护卫舰，二战后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国民党，是当时国民党最先进的军舰。1946年，太平号率领编队进驻南沙群岛，驱赶侵略者，并在最大主岛树立起了主权石碑。该岛后来被命名为太平岛。国民党人徐学海当时正在太平舰上服役。我们36年太平舰带了中叶舰到南沙去接收，最大的岛改为太平岛。1954年10月31日，国民党的雷达站观测到一支解放军护卫舰编队到达高岛，编队沿高岛巡航一圈后返航。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31大队的6艘鱼雷快艇已经在护卫舰庞大舰体的掩护下秘密进入高岛潜伏下来。在待机的日子里，两条快艇由于没有注意潮汐变化而搁浅，退出了战斗。11月15日0时5分，高岛雷达站发现目标，4艘鱼雷快艇迅速赶向目标海域。黑暗中，编队发现远处海面有灯光一闪即灭，推断是国民党军舰灯火管制不严导致，于是加速向该处靠近。晚上巡逻的时候啊，有1/3的人呢，在上面呢开到雷达，还占了炮位，准备作战的。但是，这个人疲惫了以后啊，就没有那么能够及时的呀、啊，就掌握到敌情。由于缺乏经验，第一次参加实战的鱼雷快艇编队，没有组织起战前演练的攻击阵型，就提前发射了鱼雷。大概是第一次打仗，心情有点紧张。所以发现得很晚，等发现了就比较近了。在距离太平号100到200米区域，4艘鱼雷快艇在1分半之内相继向目标发射鱼雷，8条鱼雷呈扇形面刺向太平号。黑暗中看不清海上局势的太平号没有做出规避动作，8条鱼雷中的1条命中了太平号舰首机舱，太平号当场失去机动能力，
在这个状况啊，这两颗接近你的啊，发射了几颗雷的话，一颗雷就要你的命。看见攻击得手，四艘快艇高速撤离战斗。撤退中，一艘快艇照搬了白天作战条令，释放了烟雾，主动暴露自己，引来炮火追击。幸亏太平号失去动力，才得以安全逃离。很快，得到求救信号的大陈岛派出军舰前来营救太平号。时任大陈岛女青年大队副大队长张瑞清参加了那晚的营救活动。它炸了以后啊，那个船就起火燃烧，那个桅杆都烧得红红的，很多那个官兵呢就往上爬，爬了一半那个火就被烧死了，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们大家晚上都没有睡觉，全部床铺都让给他们，这个来照顾伤患，非常可怜，那个惨状不能形容。1955年1月15号上午7时，在海上坚持了6个小时的太平号最终沉没。太平号被击沉，是共产党海军以现代装备在海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，强烈打击了国民党海军的士气，震动了美国和台湾。美台随即在浙江海域进行联合演习，以向中共示威。在台湾，蒋经国发起渐渐复仇运动，到处募捐，号召青年学生参加海军。这个在台湾的人呢，很快就麻木了，对于所谓这个参军复仇啊，诸如此类呀，是一时的这个兴奋，啊，很快就见完了这个事儿。就在太平号被击沉后2个月，1955年1月10日，华东军区空军轰炸了大陈岛国民党海军锚地，击沉忠犬号坦克登陆舰。当天夜里，张义民以单挺独雷击沉洞庭号炮舰，进一步震慑了国民党海军。从1954年3月到1955年1月，经过艰苦的海空争夺，浙江沿海制空和制海权终于完整地掌握在华东军区手里。密密麻麻，差不多这个工资做满了，枪往这一架，上了吧，上了不打你。如果连王振民也守不住一江山，就没人能守住。要陆军、海军、空军三军联合作战，